啊，这个院子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。对。哦，归西。哇，归西民宿。归西民宿。啊，漂亮。但是这些都是你们家的。对。老东西了啊。参观一下我们的民宿。都是单床。只有这个房间，还有这个房间，还有那个冷阳放电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到了那个建水的紫陶街，就是它这里是个小吃一条街哈。其实我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小吃一条街的，但是既然有说我们那个粉丝朋友他的热心推荐，他说的好像你说到了建水都要去打个卡，那么我也没来过，那么就打个卡看有没得啥子小吃能打动我，让我的胃产生食欲，我马上就得看他。来，跟着我走。我看了很多哈，还是没得哪个激励起我的食欲。我们可能来错地方了，但没得关系，我们转一转我们就出去。其实这边的那个紫陶我是很喜欢的，但是你说在这儿，你看现在呢是吃饭的时候，时间我也偏得逛紫陶，所以我们还是继续找吃的算了。其实虽然环保很重要，但是我依然觉得，固执的觉得。烧烤类的还是炭烤更香，所以这种电烤的和气烤的有点激不起我的食欲。三十年老店没上卡，就这家了。铁蛋，我们六位。等会儿我喊。吃不了了，下班了。去吧。又吃牛肉汤。啥子？烤黄鱼吗？烤萝卜？你这儿的人哦，本地的还是这边的？哪个？啊，我是重庆的。哦，我一听声音就像。这儿旁边那种熟人，那种熟人，你到哪个买嘛？啊？先烤条鱼嘎。哦，你先把鱼给我们烤起。啥子东西最拿手？烤的最巴适？你要介绍哈，哦，肥肠，哦，肠头整个，整个，哦，这都是昆明发起来的，肠子好吃。好，要得。你几个人嘛？我们六个人。六个人烤一条，差不多了。好，要得。给你炒一道大饼。好，一份啊。不用拼，用拼，直接一样一份。下次你太多了，好，你们慢慢吃。好，不用拼，直接来。你上头有啥肠头哦？那个，你要吃，要吃麻辣的那种东西。这有啥肠头？那是带子。烤鸡翅啊，你啊？我们要重吃，鸡尖也可以。好嘛。五号楼来这边，五号楼那个来个六天嘛。我觉得吃烧烤还是要炭烤的才安逸。那本来是炸的。我晓得嘛，那个电烤的，哎呦，好吃那个，都没得吹到那个味道。哎，就是因为叫建水，很多它都是那的，有几家用那个电烤的，哇，我觉得好吃。走啊，兄弟。重庆老乡开的，他们老婆是这边的人哈，是哪个楼梯上？给我们一个垃圾袋吧，垃圾桶。可以。我觉得辣度不够，还可以再辣点儿。辣子不够噶？嗯。那就放在地下。辣度不够。就行。通常来一根。嗯。香。好了，吃了。我在那不好拍了。这样子吃了没问题，可以。我觉得那个鱼下边好吃，其实就是鱼的前面那个划水那个位置，就好吃。五号楼蘸这个蘸水也巴适。再吃个鱼下边，回味了。鱼下边我喜欢，我们那边没这个东西，鱼下边。那啥子鱼的鱼下边？鱼虾。我们吃饭了，朋友们，明天我们去逛下建水的那个古镇哈。明天见，拜拜，巴适的办。